那人转回身来，遥遥回望他，晚霞如许，在苍翠山林之巅见出他挺秀尊贵的剪影。孟扶摇立即开始浑身瘙痒，他摸头发，摸衣服，摸眉毛，做尽小动作。那人拨马走近，含笑看他一不自在就会做小动作的习惯，轻轻掂了掂掌心白鹿，笑道：中原之路为皇后有权逐之。双手一举，坐将白鹿双手缝上撞。孟扶摇头皮一炸，立即从激动状态中迅速回归本位，想起面前这位有毒而且八成邪怨而来，自己如果不想被人攻城略地直取中军主帅的话，速速撤退是正经。中原之路一入府顶共烹之。孟扶摇惨笑，开始后退。烦请太子剥皮，区区去找柴来。他脚底抹油就想溜，对面那人抬抬手，一阵树枝断裂声响，他身后立即刷刷落下无数断枝，飞快堆了一层，将他退路挡得死死。柴在此处不劳皇后娘娘一步。该人笑得淡定尊贵，一摆手：您请随意拣选。孟扶摇唏嘘，此柴粗如猪腰，高似大象，完全可以拿去做成名殿爆煞之粮，拿来烤鹿着实可惜了的。能为皇后娘娘亲手所剪，亲自点燃，烤得白鹿入娘娘之腹，此木三生有幸，剩余为宫廷殿粮。长孙无极正色道：无论如何，剪了的总比扔了的好。双关，某人又玩双关，谁被扔了？明明是他扔了他，好不好？为毛每次恶人先告状的都是他？为毛每次怨妇状的都是他？为毛每次和他小别重逢心虚的那个都是他？孟扶摇愤怒，叉腰仰头愤然长笑。我，长孙无极含笑看他，眼眸温润如玉。去捡柴。孟扶摇灰溜溜地跳下马，还没弯身，眼前突然一暗，下一瞬已经被纳入久别的温暖的怀抱中。那人气息还是那般异香隐隐，却又似乎浓郁了些，香气中又带了点如雪似玉的凉，像一块久沉冰海之底的龙涎香，不动声色的华贵沁人，而他的怀抱却又是热的，如三春暖阳，一世明亮的黄。孟扶摇叹息一声，扒住了他的肩，静静靠在他肩上，默默不语，听得他道：你什么时候可以乖一点？孟扶摇恬不知耻地答：我什么时候都很乖。长孙无极无奈地笑了笑，轻轻抵着他额头，突然又觉得触感不真实，一伸手便扒了他面具，才满意的抵额磨蹭。他的额抵在他的额，彼此都感觉到对方肌肤的细腻滑润，丝缎般触感直入心底，长长的睫毛扫过眉梢，痒痒的让人想笑，却又不想惊破这一刻难得的温馨和宁静。两人各自都闭了眼，静默不动，只听得隐约鼻息相闻，或是冬日黄昏的风从林梢掠过，将远处寻找孟扶摇的喧闹之声带来，或是更远处那里的归巢的倦鸟哑哑而欢喜地叫着，较亮这晚霞的艳光。良久，孟扶摇闭着眼把了把他的肩骨，埋怨的道：这小身板怎么搞的，好像又薄了，你师父饿你饭了吗？何止饿饭呢？长孙无极轻笑：还罚跪，还挨打。真的？孟扶摇豁然睁眼，眼神惊惶。骗你呢，你真是越活越笨。长孙无极指尖在他张开的唇上轻轻刷过，无限恋战的流连。
你看我像是会被罚跪的人吗？也是啊。孟扶摇舒一口气笑起来，真是的，这人撒谎不打草稿的，害他白白心跳。也不想想，像他这么狡猾腹黑有天纵英才的，哪家师尊不捧在掌心里呵护着，指望他发扬光大本门，怎么可能舍得动他一根指头？他瞪长孙无极，骗我，咒你下载文件永远只到 99%。 长孙无极微笑，也不问他的怪话什么意思，只轻轻抚摸他，柔软他本来就散开的发。孟扶摇也只象征性瞪一下，总觉得他眼神里有些东西有点怪异，却又说不清为什么，有点闷闷的，突然觉得袖子里某东西在拼命拱，这才想起黑兔子版元宝大人。坚决不能给长孙无极看见元宝大人现在的模样，让宠物的原主人看见宠物被摧残，那是不道德的。孟扶摇将元宝大人塞呀塞，元宝大人在袖子里拱啊拱，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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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长孙无极突然道：“换个地方。”啊！孟扶摇还没反应过来，哧溜一声，元宝大人从他领口里钻了出来，抱着他脖子，回头对长孙无极媚态横生的回眸一笑。孟扶摇冷汗滴滴地摸了摸自己内袍，某个被教唆犯罪的家伙已经咬了一个大洞地说。倾国倾城的元宝大人蹲在孟扶摇肩上，张开双爪，黑毛迎风飘扬，其姿势很泰坦尼克，表情很莱温斯基。长孙无极瞅着自己面貌全非的爱宠，半晌道：“我从来不知道你和黑珍珠原来是双胞胎。”元宝大人崩溃，这是他有生以来获得的最悲惨的评语。孟扶摇讪笑，将含着两泡控诉眼泪的爱宠双手奉还。那个，你说不能显示他本来能力的，所以我给他易了容。长孙无极叹息：“唉，易的实在巧夺天工，令人发指。”元宝大人悲愤地四处找水，谁告诉他天生是和黑色的？说他黑毛的效果和黑珍珠简直不好比，那就是个灶堂里钻出来的烧火丫头，而他天生就是该为黑色存在的，既有黑夜的魅惑，又有纯真的高贵，既风情又纯洁，既萝莉又御姐，以其冰清玉洁的气质和妖媚性感的身材，将黑色的神秘高贵诱惑体现得淋漓尽致。孟扶摇毫无愧色地看着元宝大人洗冷水早去，探头向山下张了张，咦了一声道：“咦，那群蠢猪到现在还找不着我，哎呀，怎么往那个方向去了？”长孙无极揽了他，在树叶堆上舒舒服服坐下来，道：“这么希望赶紧回去，做皇后很有瘾。”“鬼才喜欢！”孟扶摇嗤之以鼻，“全天下最无聊的伙计。”“给你先预演一下也好。”长孙无极若有所思，“只是可怜了轩辕的嫔妃们。”孟扶摇哈的一笑，躺在树叶堆上，双臂枕在头下，懒懒道：“与其花那许多心思斗来斗去，不如多学点求生技能，我那是为他们好。”“你荼毒了一国嫔妃也就够了。”长孙无极在身侧细心地找了找，采了一枚草叶，闲闲编着，手指灵巧地翻飞。“将来我不会给你有机会再荼毒别人。”孟扶摇怔了怔，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说如果立他为后，六宫再无嫔妃给他荼毒。孟扶摇想了一想，觉得这是个好遥远好虚幻的诺言，还是当没听见的好。长孙无极却突然侧过身来，温柔却又毫不客气地伸手摘掉了他的代表身份的金凤衔珠耳环。作为皇后，不戴耳环是说不过去的。孟扶摇十分富有牺牲精神地穿了耳洞，别的首饰他一般都会取下不戴，
耳环却懒得上上下下，如今便招了某些人的眼了。取下耳环，孟扶摇以为长孙无极会将那东西教他收起，谁知道他手指一弹，价值连城的宝珠耳环在半空划过一道红色弧线，便被他不知道弹到了哪个角落。孟扶摇抢救不及，连呼：“可惜可惜，寻常百姓十年伙食费。”长孙无极挑眉笑了笑，懒懒道：“本太子手工耳环才是真正价值连城。”一侧身，轻轻捉住他耳垂，孟扶摇只觉得他手势轻巧，似在将什么东西穿过他耳洞，柔软的细细叶片扶着他耳垂，簌簌的痒。他笑道：“什么丑东西？”长孙无极摊开掌心，洁白掌心里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叶片耳环，嫩绿色的柔软的茎环成圆润的一圈，末端留着三枚成排的淡绿牙尖，牙尖一片比另一片更大些，但最大的也不过珍珠般大。每枚翠玉般的牙尖之上，用更细的针尖扎出繁复精致的花纹，阳光淡淡透过来，柔嫩叶片闪着碎金般的光泽，简单中别有高贵绚丽之美。牙尖之下被那灵巧的手指微微剔出一道卷曲的须，形状长度都一模一样，弧度优美的全在牙尖之下，在风中颤颤可怜。晶环嫩绿，牙尖淡绿，触须月白，浑然一体的渐变色彩，精巧自然的设计造型，巧夺天工的手工和心思。孟扶摇呃的一声，心道：眼前的这个人还是人吗？活着就是为了打击人的自信心的，为毛连这种细致手工都天赋异禀，一枚普通精液做出来的耳环能让前世那些顶级珠宝设计大师羞愧而死，确实是真正的价值连城。相比之下，那个华贵的金凤衔珠完全该扔。孟扶摇盯着那完全纯天然却宝光闪耀的耳环，有点不忍心将这么可爱的东西戴到自己耳朵上蹂躏，抬手要取下来。长孙无极却笑着侧身过去，将那枚树叶耳环也给他戴上。他睡在孟扶摇右侧，给他戴左侧耳环，大半个身子倾过他身前，乌发泄落浮在孟扶摇颊上。孟扶摇又嗅见那云烟微雪的香气，随即便觉得唇上一热，给他戴好耳环的长孙无极转回身时，唇擦过了他的唇，只是那刹那一处温软入心。孟扶摇颤了颤，长孙无极以含笑捧着他的脸，细细端详那一对耳环，道：“这才是最适合你的颜色和花样。”孟扶摇皱皱鼻子笑：“自恋狂，小气鬼，好歹富有一国也不送我个金的珠的玉的。”长孙无极将脸埋在他颈窝，细细嗅他天然体肤之香，低低道：“只送你独一无二。”孟扶摇默然，心想几个月不见某人说情话的功力蹭蹭见长，小李飞刀力不虚发，他只有做上官惊鸿一败涂地。又抬手摸摸那耳环，触手柔细，感觉直入心底，不知道哪里便拂了春风，荡了春柳，惊起大珠小珠的涟漪。他肃然摸着长孙无极的发，叹息道：“娃可怜，缺乏朋友爱，娘娘我牺牲则个。”长孙无极低低笑起来，一翻身附上来道：“那便牺牲到底吧。”孟扶摇咕噜噜滚开去：“师太，老衲抵死不从。”长孙无极眉一挑：“莫非道士比贫尼美貌？”孟扶摇哈哈一笑，心想太子日理万机的，竟然也能记住他说给元宝听的荤笑话，一转眼看见湿淋淋的元宝大人蹲在地上怨念地看着他，
良心发现，将之揣在怀里，准备人肉烘干。长孙无极一伸手接过来，道：“我来。”孟扶摇坐起，又看看山下，疑惑的道：“怪子，咋越追越远了？”长孙无极慢条斯理梳理元宝大人的毛，漫不经心答：“御苑是在灵珠山上辟出的一块禁地，寻常百姓自然是进不来的，也知道不能进的。但是某些在京君王啊、使节呀，出门打猎游玩山水，无意中撞了进来，也是有可能的。”孟扶摇眨眨眼睛，恍然大悟：“战北野。”长孙无极微笑：“还有那著名的小跟屁虫。”“猪猪也来了。”孟扶摇开心：“一群臭皮匠又聚上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瞪他：“是不是你又玩什么花招了？比如将找我的人引到战北野那里，正好抽出空来掳我。”长孙无极微笑着不予否认，探头向远处看了看，道：“大汉帝君也不笨嘛，他把人又引到雅兰珠那里去了。”孟扶摇抚额：“哎，可怜的猪猪。”“你怎么就不可怜我？”长孙无极揽着他叹息：“哎，自从遇见你，我的人生便只剩下了马不停蹄。”孟扶摇推他：“回无极去吧，你好久没回无极了。”“”“我回去过了。”长孙无极淡淡道：“先回无极，再奔轩辕。抱歉，扶摇，我的责任无法完全抛下。”“有什么该道歉的？”孟扶摇坦然答：“家国同样是你的责任，懂得承担责任的男人才是真男人。”长孙无极微笑凝视着他，近乎叹息般的道：“扶摇，你有时候真是太好太好，好得让我骄傲又害怕。骄傲这样的旷朗女子，天生就该放她飞，接受世人仰慕。却又害怕他飞得太高太远，让更多的人不能自禁的追逐。”孟扶摇只是微笑着，想：这世上没有真正完美的人，有的只是因相互投契而觉得分外完美的心意。走吧，人快来了。他推长孙无极：你既然来了，应该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想不想帮，愿不愿意帮，都随便你。宗月不是战北野，他报仇夺位对无极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无法预料，所以请你以政客的眼光来处理轩辕，而不要因为我有任何顾忌。我知道。长孙无极啄啄他额头起身：记住，我就在昆京，在你身边。孟扶摇笑了笑，坐在地上看他起身策马离去，浓密树荫露下金光万点，回眸的男子眼神深情烁然如金。孟扶摇一直注视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黄昏的蓝气里，慢慢抬手取下了那对树叶耳环，仔细对着夕阳看那树叶上的字：微雕，真正的微雕。孟扶摇凝足目力，才看清楚左边三片叶片刻着孟扶摇，右边三片叶片元昭许。孟扶摇在黄昏的光影里淡淡笑着，珍重地将树叶耳环握在掌心。轩辕侍卫们找到皇后时，皇后正蹲在树林子里挥刀剥鹿皮，看见汗滴滴的侍卫们找过来，该皇后抹一把汗，举着血淋淋的刀子道：此鹿甚好，今晚大家有肉吃。轩辕明随后带着一堆妃子赶来，孟扶摇立即奉上一盆鹿血，送到牛皮糖似的粘在轩辕明身边的贤妃面前。鹿血最是补气养颜，贤妃也喝点。高贵尊荣的贤妃娘娘望见那血淋淋一盆，再看看脸上溅着血点儿、咧着白森森牙齿的孟扶摇，二话不说，眼睛一翻，晕过去了。这回是真晕了。孟扶摇又示意其他妃子，除了唐怡光和简雪喝了点，
其余都避之唯恐不及。孟扶摇道：贤妃身子不好，玉妃你帐篷和她挨着，就拜托你多照应。简雪赶紧应了，亲自伺候着贤妃下去。轩辕明鞭子一指前方，兴致勃勃道：皇后，听说这灵珠山深处有异兽，刚才那白鹿便是其中之一。你是北地大家出身，奇术剑法据说都不错，可有兴趣和朕比上一比？有何不敢？孟扶摇扬眉：三个时辰，谁猎物多谁胜。好。轩辕明难得豪气冲天，回身吩咐侍卫：都不许跟来，只让小安春梅随着，朕要和皇后公平决战。侍卫们犹豫着，轩辕明已经一马当先飞奔出去，孟扶摇跟着，两人驰马极快，很快甩下侍卫。孟扶摇一拨马头，凑近轩辕明道：怎么，轩辕胜要下手了？轩辕明笑意森寒：朕听说他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个方子，他家小妾怀孕了。啊！孟扶摇愕然，他是听轩辕明说过，轩辕胜的生殖能力早已被宗月暗中给弄没了，现在他家小妾肚子里怎么冒出来一个？我看是他大抵想通了，轩辕运无论如何不可能继承他的大业，他也永远等不到再有一个孩子，这个小妾肚子里的孩子八成是个幌子，等到十月临盆，从他宗族里抱个婴儿便是。巧得很，轩辕明细白的牙齿咬着下唇冷笑。刚刚得到消息，他族中堂弟媳妇儿也怀孕了。孟扶摇默然，心想轩辕胜等了这么多年，终于还是采取了最无奈的办法。既然他决定以这种方式传承他一脉，他这个皇位也抢定了。看来今天的狩猎，猎非好猎呀。孟扶摇敲边叹息，帝后遇险，双双身亡，难怪他没来。所以营地不能待了，遍地都是敌人，我也不能通知属于我的人保护，那等于告诉轩辕胜谁是我的人，我们只能躲避。出来何尝不危险，你我孤身狩猎，什么都能发生。灵珠山深处有山道直通山外，到那里便有接应。轩辕明道：朕不知道轩辕胜会采取什么方式暗杀我们，但是肯定不会是简单的埋伏之类的。孟扶摇默然听着，他神情有点心不在焉，似在细细聆听远山之外的细碎风声。半晌，他回身和暗妹对视了一眼，随即轩辕明也皱起了眉。孟扶摇缓缓道：果然不是简单的埋伏。他环顾四周，山间木气深浓，树木葱郁，从他们现在的方向看去，后方隐约有骑士衣装和跃动的马匹，但是无论那些人跑多快，始终不能近前。阵法甚至是以山川日月为阵，令人不知不觉踏入的绝顶大阵。孟扶摇轻轻叹息着物隐，众山万物皆阵也。一块山石也许会突然化成一棵树木，一只飞鸟也许会突然变成一块飞石，前方倒下的树木突然变成了陷阱，掉下陷阱的那一刻却又发现脚踏实地，而头顶燃起熊熊大火。月亮似乎很鲜明地挂在高空指引方向，然而按着那月色指引，却会走向深渊，一转头月色原来却在另一边。不过到了那时，那个方向的月色看起来也不保险，再一抬头，东南西北皆是月。砍倒树木看年轮，年轮密集的方向顺着走下去是个蛇窝，年轮稀疏的地方走下去是个荆棘丛，还有那见鬼的雾气，并不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却像被撕扯成块的绸布，在该出现的时候刷的出现。比如当你下一脚是深渊，那该死的雾气便一定会出现在你眼前，
也许只在挥挡雾气的瞬间，你便悲惨地掉了下去。安子便是这样死的，他平平跨出去，前方平地突成山崖，他感觉到不对，下意识的收步，撞到身后轩辕明，危急之中伸手一抓，两人一起下落。然后轩辕明上来了，怎么上来的？孟扶摇没问，暗昧没表情。无论是安子牺牲自己送轩辕明上来，还是轩辕明牺牲安子踩他上来，都已经没有追究的必要。一条命便这样悄无声息地湮灭在这座平平无奇的山坡上。只因为一个雾隐，明明只是不大的一处山坡，硬生生地变成了修罗场、地狱台，步步危机，步步杀招。隐在雾气之后的每样最平常的物事，都有可能是个夺人性命的陷阱。更糟的是，这个阵法根本没有规律可循，也没有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说法。孟扶摇走了一阵，觉得摸着了一点规律，看见前方是一处草木虚掩的陷阱，心想这个陷阱太真，一定是幻象，走过去一定安全。结果脚下一空，身子唰的便要落下去，却被一双有力的手紧紧抓住。孟扶摇仰头，便看见暗昧琉璃般的眼眸，他始终走在他身侧，隔开他和轩辕明。孟扶摇知道，他不是怕轩辕明暗算自己，而是怕轩辕明遇险时也会拿自己当垫脚石。看见他感激眼光，暗昧翘了翘唇角，笑意淡淡，在这午夜山林雾气氤氲里，却光芒暗生。小心！这暗夜，人人神情模糊，唯独他依旧艳丽清晰，像一幅刻在黑曜石上的笔触鲜亮的版画。素日有些沙哑微凉的声线，在夜幕掩映下，竟多了几分温纯。寥寥几字，暖意自生。孟扶摇也笑了笑，道：“你也是。”三个人转到下半夜，越转越昏，已经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按说以三个人的脚程，就算路中颇多险阻，这么长时间也走不出不算大的灵珠山，然而那感觉竟然像还在原地打转。孟扶摇沮丧，往地上一摊道：“别走了，原地不动说不定还少遇上些险境呢。”“不成。”暗昧拉他起来，一定要在雾隐来之前走出去。雾隐现在只是布了阵，还没动手，等他抽出空来动手，在这恶劣的环境里咱们都完了。雾隐武功怎么样？孟扶摇问。光凭他这一手神鬼莫测的阵法，已经足可以俯瞰天下，再加上好武功的话，谁会是他对手？为什么十强者只排第八？他先天不足，暗昧道。据说雾隐是轩辕人，父母是同姓兄妹，总之也是一段触碰不得的禁忌，很少有人清楚。他仔细辨认着风声，道：“我们好像走到了某处河流的边缘。”孟扶摇也嗅见了风中隐隐的水气，还隐约听见似近似远的呼斥拼斗之声，似乎还不止一处。他怔了怔，决斗。轩辕明却道：“您待何？我们走到御苑边缘了。”两人注意的角度不一样，却都没有错。话音刚落，头顶上空银光一闪，隐约有人的身形掠过，他速度过快，带起的气流搅动四面浓雾，雾气如被刀锋剖开，齐齐一让，随即对面浓雾里突然探出一个人的身形来，黑衣乌发，衣襟翻卷，火红图腾，正凝眉出刀，刀锋刚烈，一刀毫无花俏，却气势沉雄的力劈华山。孟扶摇惊喝：“战北野！”战北野却恍若未闻，刀光如劈炼直劈而下，雪影如涛，夹着丝丝边骨寒气渗人而来。那闪亮的刀锋瞬间便似到了孟扶摇面门，
孟扶摇甚至感觉到了额上冰丝般一凉，震惊之下暴然后退。小心！发出这一声的依旧是暗妹，她原地站立不动，一伸手，衣袖怒卷已经卷住孟扶摇手臂。孟扶摇身子一仰，随即站直，靴子后跟踢着一块石子，隐约听得那石子咕噜噜向后滚出去，啪的掉落在某处空洞之处，似乎是个山洞。随即听得扑啦啦一阵怪响，听不出山洞里有什么，只感觉到不是好东西。孟扶摇惊魂未定，抹一把眼睛向对面看去，浓雾恢复，湛北野已经不见。他怔怔道：“幻象？不是反射。”暗昧道：“他应该就在附近，刚才那一刀劈向敌人，被雾隐阵法反射到你面前。”真是神奇！孟扶摇喃喃，忽听身后风声极响，振翅之声铺天盖地，随即便见一群灰色大鸟冲破浓雾低飞而至，长嘴尖尖，低头便啄。孟扶摇气笑骂：“连你也敢来欺负我！”身形一旋，衣袖一震，世天已经出手，黑光如乌绸，绕鸟群一扎，带飞灰雨如絮，带落鲜血如珠，漫天里飘落乌雨。大鸟们惊叫着躲避，乱七八糟飞撞在一起，世天却快如闪电，紧追不休，所经之处鸟尸遍地。轩辕民怔怔地看着那刀，他是第一次见孟扶摇出手，他望望那刀，又看看孟扶摇，若有所思。孟扶摇倒没在意他神情，笑笑欲待收回世天，突然脸色一变，飞鸟落尽，世天却不见了。随即他听见一声惊呼：“扶摇！”那声音是湛北野的。孟扶摇呃的一声，知道现世报报得很快，自己那一刀不仅反射过去了，甚至出手的刀也换了方位去了他那里。倒霉的大汉帝君身边没有个沉稳的暗妹，又突然看见他孟扶摇，这一刀不会宰了他吧？孟扶摇正自担心，想要去找，暗妹却道：“阵法加快变动了，此时已经不能再走，什么都不能碰，什么幻象都不要理，定心再等等。”孟扶摇无奈，一脚踢开地面鸟尸，脚一踢，浓雾一破，脚底突然有人影一闪，是张娇美的小脸，花花绿绿，五彩斑斓，正扒着他脚底山石，努力地向上爬，而身后是黑不见底的山崖。孟扶摇惊呼：“猪猪！”伸手就去拉，这一拉拉了个空，手却突然碰到一个滑腻的东西，那东西身子一卷一缠，孟扶摇立即将手腕向地上狠狠一磕，咔嚓一声骨碎，那条蛇脱落，可是已经迟了一步。孟扶摇只觉得手腕上微麻，收回手来时看见腕脉上两个小小的洞。见鬼！孟扶摇暗骂一声，身侧暗昧一转头，看见脸色一变，劈手就夺过他手腕，撕下一截衣袖紧紧捆在他肘间，阻止毒性上行，二话不说低头就去吮蛇毒。孟扶摇道：“我有蛇药。”暗昧不理他，连连吐出口中毒血，直到血色变淡，才从怀中取出蛇药给他敷上，又取出两颗绿色药丸，两人各吃一粒。孟扶摇看着他，黑暗中似乎瞥到他唇角有点破裂，厉害的蛇毒会瞬间让口腔出现溃烂，担心的道：“不取点水漱口吗？”暗昧摇摇头道：“现在反而不能动了，这阵法和雾隐心意相通，现在是最紧迫的时候。”孟扶摇却有些担心，这蛇毒性似乎很烈，他动作那么快，暗昧吸的也快，但是还是出现微微的眩晕。暗昧直接接触蛇毒，再不漱口那会很危险。孟扶摇听得水声潺潺，感觉水源近在咫尺，起身便要去寻，暗昧立刻：“
不许去。孟富瑶头也不回答，少废话。暗妹气得眼神发紫，轩辕明神色奇异，瞟瞟他又瞟瞟他。孟富瑶抬腿要走，怀中一动，元宝大人窜了出来，白光一闪不见了。孟富瑶一惊，唤耗子，耗子。回头看了一眼轩辕明，他一直不愿意将元宝大人露于轩辕家人面前，现在耗子自己钻了出来，看样子是去取水了。耗子窜起来闪电似的，一眨眼就看不见他去了哪里，只好在这里等。好在耗子这个雷达探测器对危险有用，对阵法应该也有用吧。孟扶摇不大有把握地想，蹲在那里叹气，又想起刚才看见的猪猪，他好像掉牙了，掉在哪里得想办法去救。还有战北野到底被他砍着没，哎，真是一群倒霉孩子。白光又一闪，元宝大人却已很快返回，直立奔跑，双爪举着一张扩大的叶子，叶子上有液体。孟扶摇喜道，好耗子。取过叶子递给暗妹道，赶紧漱漱口。暗妹却注视着那叶子皱起了眉。孟扶摇抬眼一看，也觉得这水似乎浑浊了些，虽说绿色的叶子兜着看不清颜色，但明显不像是清水，还隐约有点奇怪的气味。耗子在哪个烂泥坑里取的水？看暗妹一副不想喝的样子，孟扶摇竖起眉毛，耗子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冲过枪林弹雨，炸破敌人碉堡，跨越火线，为你取来的宝贵的水，你竟然敢不喝？你也太没同志爱了，你也太对不起舍生忘死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友英魂了，你也太……暗妹一抬头，将那叶子水二话不说的倒进口中，宁可喝脏水，不要听孟鸡婆叨叨。孟扶摇眉开眼笑道，善了个灾的，就是应该这样，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暗妹却露出呕吐的表情，勉强漱了几口，皱眉转过身去。孟扶摇悄悄问肩头上的耗子，大人，你到底去没去取水？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元宝大人蹲在他肩上龇牙不语，阿拉不告诉你，要晓得这个也是很宝贵的，清热解毒的。元宝大人白毛飘扬中露出猥琐的表情。三人坐在原地，感觉四周怪声唧唧，远处不知道雾隐在和谁打架，隔着重重阵法也能感觉到声势惊人。孟扶摇扬起头，在层层浓雾上方隐约看见有硕亮白光星星点点成片掠过，此时的浓雾已经无法看清天上星月，这白光却依稀可见，可以推测出那亮度一定非常。孟扶摇似乎想起了见过类似的场景，一时却又想不清楚是谁。浓雾一破，又出现战北野，又是闪亮霸气的一刀。孟扶摇玩心突起，手臂对空一挥道，把刀还我。眼睛一眨，战北野又不见。孟扶摇手收回，居然又看见雅兰珠，他还在艰难地爬。一瞬间，孟扶摇好像看见他爬的崖壁上方似乎有什么东西，然而浓雾一眼刹那不见。孟扶摇皱眉，这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转得人心慌。雾隐的阵法真是独步天下，根本不用自己出手便可利用一切自然之物御敌，他们现在困在这里的谁不是高手，偏偏被一堆草木山石困住，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问了问暗妹四周有哪些山崖，又描述了雅兰珠所在的位置的大概景物。暗妹皱眉思索道，有三处山崖有点像，但是我们现在连自己的位置都没搞清楚，哪里能找到他？孟扶摇心烦意乱，恨恨顿脚，祈祷着猪猪爬上那山崖，又想着石强者的强大便在于窥破自然法门，自己练到破九霄第六层，
在武林中已经是顶尖高手，然而差着这一步便要处处挨打。然而直到现在，无论他怎么苦练，关键时刻就出现真气淤塞。如果自己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就算人间掌握权势，翻云覆雨，穹苍长青神殿又凭什么过去？实在不行，点兵杀之。孟扶摇想得积血奋勇，忍不住攥拳狠狠一挥，这一挥带动雾气流动，眼前一暗又亮，又探出战北野。孟扶摇视若无睹，木然不动，假的。战北野看见他眼睛一亮，劈手就来抓。孟扶摇不动，假的。身侧闭目调息的暗妹突然睁眼，正要站起，战北野已经抓了下来。孟扶摇只觉得地上大手如钢铁，一抓便稳如磐石，似乎永远也不愿再放开。那坚实触感明显不是假的，大惊之下，他下意识一让，眼前浓雾一卷，景物一变，已经被战北野生生抓了过去。身侧还是浓雾滚滚，风声呼啸，但明显已经不是刚才位置。孟扶摇黑着脸回瞪战北野道，你怎么找到我的？把他们都拽过来。不成。战北野沉声道，我和雾影打过交道，你忘记了，当初在无极深山里我就被他困了好久，险些送命。他这个阵法是他所有阵法中最离奇的一种，其中有轩辕的上古奇术静变，阴生阳极变化不休，他们不动我是没办法摸准他们位置的，搞不好算准位置伸出去却会抓到条毒蛇。孟扶摇一听这话就心虚，赶紧放下袖子。战北野眼尖，浓眉一皱道，你被咬了。俯身便要查看他伤口，孟扶摇一爪子推开之道，没事没事。眼睛一转，居然看见自己的刀还插在他臂上。孟扶摇的一声，讪讪道，那个，我的刀能不能还我？自己说着都觉得汗颜，刀还砍在人家爪子上了，战北野还没要他赔医药费呢。战北野一转手，若无其事拔刀，鲜血飞溅里，他道，你的刀是神品，有灵性，不是挨他这一下我还找不着你。他无视臂上的伤，无视四周危机重重，浓雾滚滚，有点欢喜地看着孟扶摇道，好歹总让我和你单独在一起。孟扶摇却突然竖起耳朵，目中金光一闪道，谁金将？他突然蹦起来拔腿就奔，